来，接触的废片叫做 Kicks， 又要来打这个安娜了。无啥有用好洗车，就只有引擎盖的部分刚清水洗完，把它画圈圈的方式，我们把它全部画完。这洗布啥清气哦？我久啊怕咸呢。来，皮克斯，不锈钢珠哦。总愈大汉哦，我愈大汉愈讲这，愈办大个洗车呢。画圈圈的方式，这你看，迄落，这白色的车哦，好搞。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在打蜡的时候，你不晓得到底哪边有没有打到，你知道？会觉得。有点不晓得哪里有没有趴掉的地方，后来目睭的部分啊，至于目睭是否要打蜡，这看恁家己的，我是拢照趴了，目睭甲趴起哦，会炯炯有神呢、啊。这最名叫做 Kicks 的。目睭啊，你去可是目睭，你要打蜡来讲我，你一定要那个蜡非常好，好，怕你得安蜡，给他赞美啊！下单哦，那个影片下方链接，去可是打蜡。不哩不哩不哩个不哩。棚仔车顺刷啦，我这棚仔车已经差不多，要买到两年，唔捌拍啦，两年了。好，今天拿过来，我拄仔干呐清水甲洗洗呢，清水。清水洗干净而已。我这支手机还是无够广角的啦，还够广角的，卡不了拉手了。看哪边没有用到的，啊，这固无泡。这也做涩的，哦，很干涩，有没有？非常的干涩啊！不离拉球哦，看一下，安的。安不得了的，那干片的瓜，好，来，就等它干吧。只要我可能比较无洗了嘛，不要垃圾哦。好，来，这个打应该是真紧，啊，有足紧的。好，来，我这么固定安尼哦，稍微有点太早擦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是刚才拄好会使，很好下啦，而且。几乎是没有看到什么粉尘啊！我趴了给我搞过来了。记得
下单在影片下方有那个折扣码，折扣码你可以不列拉丘的，看这个地方啊，明白。真赞哦！得得就慢来，你干偏闹剧，得得就慢来。叫鸟大便才袂记七点。好，来，大灯的部分开始哦，收过去，我个点多一下，多螺丝条部分，好水哦，这个小块，这个地方。这里哦，不再孤单，呵呵呵，呵呵，也许世界就这样，呵 ，OK。然后这个就是这无切掉的嘛，无切掉就这样，擦一下。好，干净干净，好，换一只，来啊，停着啊，仔细看，我切掉变够骨了，这一只蜡真的是，我讲真正，白杨雪真心推荐，啊，我这只头前吼，还佫唔捌抛光嘞，就需要用到擦，所以这个。这一台以后，哦，前面的话还要用那个磁土刨过，无小块当中啊，可擦过那个小块那种擦的粉尘。所以磁土也是不离需要的哦。Amber, da da da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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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有一条干片的歌拢在听 Amber, Amber, da da da. 加重力看啊，这个抛光了，这台车刚才那恩人车主进前考察考了无好，你看这。不然不算车控叫不离拉手好啦，谢谢收看啦，下单哦，在影片下方唯一支持白杨雪折扣码给拍落，这款安那真正袂歹用，这是我误打误撞的头家送我，我发现的，谢谢这喷漆公司的老板出的。最后啊，基本防泼水测试啊，真好耍嘞！你看，有没有？这拍拉链吼，这防泼水测试，直接带这个水珠哦，最好玩的，你知道？好了，谢谢收看啦！我这个，我把它抹在这，就是把它拍出来，入手。你看，我靠这。在哪里买？下方链接点进去，折扣码现省300元。底加加入购物车，结账，输入折扣码，打好了，马上现省300元。下单为止，白杨雪。